月三日接获民众报案，称杨梅区大成路一间五家蛙机店对面机遭窃。经本所调查后，犯嫌以砂轮机切割对面机台里面窃取里面财物。犯案嫌疑人一共四名，其中一名驾驶在外把风，作案车辆车牌经查为失窃车牌。本所目前已调阅沿路相关监视器，并锁定特定对象查缉中。